这期的报告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？我觉得那个字体可以用得更可爱一些。嗯，我觉得你觉得很棒。我觉得你觉得你觉得很棒。我觉得你觉得你觉得你觉得我的想法很棒。我被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真的很棒。我的东西要告诉你，什么事？我立刻你。咦，你立刻我，好恶心啊！不是立，是 like。哦。但立也行。凡尔赛，生活的高贵奢华，且想通过一些反向的表述来不经意的透露出自己优越的生活的人，一般用来调侃。哎呦喂，杨洋，为什么你越来越瘦的？哎呀 ，Carrie， 我跟你说啊，真的烦都烦死了。明明我啊，就是三餐都吃，然后我还去西加克买了这么多零食，但怎么吃都吃不胖。你知道我在吃的方面花了多少钱吗？全都浪费了。哎，那你不要吃，你不要吃，你都给我吧，你不要浪费钱，我帮你吃。帮我看一下这是史密斯。你是史密斯？有，你可以有文化一点嘛。史密斯？史密斯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史密斯，史密斯，史密斯，我以为你叫什么史密斯。哎，不要问你了啦。老板，老板，我想知道一下我工作怎么样，有没有被录取？我觉得你蛮符合这个职位的，所以我决定录取你。所以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想知道一下这里的工作制度。哦，这里的工作制度是996啊。996可以，我还可以007呢。007也是可以啦，可是我们没有包括床跟那个水电费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由自己带，我自己带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OK OK。哎，你看他又在那边吃。对咯，每天只会吃吃吃，又不工作，不然老板请来干嘛？真的是干饭人呢。